身材扎实，重击声响，别看他身形娇小，他可是新北第一位女特勤。22岁的林佳颖，过去还是名跆拳道国手，更曾在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夺下铜牌。毕竟男生跟女生原本先天上肌群啊，就身体素质就会有落差，所以发达的部位也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个部分是女生需要比较多下功夫。 当然也少不了高挑的81年次黄一泉，在保大第三中队服务，从警3年，外形亮眼，更有 Gigi 梁咏琪的封号。那时候其实有一次剪蛮短的，然后朋友就从背后说，其实你蛮像梁咏琪的，就某一个角度。新北保大为了让霹雳小组能够提升战绩，辟建全台第一座警方专属的体式能训练室。模拟攻坚垂降动作熟练，对特勤而言根本小菜一碟。这回为了让霹雳小组更加强悍，特地到国外引进 CrossFit， 也就是交叉式健身运动，模拟高压心理状态，搭配勤务需求，能够应对各种突发状况，像是使用战神，千万别小看长12公尺，重量高达35公斤，想要甩出波浪状可不容易，主要就是加强二头肌，能够拿稳长枪。有时候我们会全副武装做 CrossFit 的训练，这样子，依照我们就是实际执行状况穿着来做训练。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抓坏人，保护人民安全，要保持强悍的秘密。 就在这基础扎实的训练，记者陈家豪、侯慧荣、 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9点，让爱飞扬。